耶耶耶耶耶哦 ，Radio， 我要打破了我。Radio 战斗毛起来，啾啾！这礼拜呢，一样又是不是这个万年来宾，是个好久没有上我们节目的这个特别来宾，电浆机大人。大家好，我是电浆机。对，因为我们之前呢，在学运跟这个合适的时候呢，有很多，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参与这个反抗军的活动啊。实际上我很想参加啦，对对对对、哦、那但是呢有很多时间没有办法去啊、但是呢在我工厂前面呢、种了三朵向日葵、代表不是香蕉吗好吧香蕉吧种了三朵香蕉、那就代表说我也支持这个太阳花的活动这样子、对，那虽然说其中有一个快要凋谢了，但是呢另外还有好几朵又准备要开了。好对，那现在这个几乎说反政府的活动啊，反政府的无能啊、几乎都好像都是年轻人在参加、但是就我所知你是一个深绿的人士。其实应该这么说好了啦、那就有很多人讲说，哎，谁是深绿，谁是深蓝？那谁天生下来是绿的，或者是蓝的？对对哈、哦，谁天生下来就是绿的或蓝的？没有啊，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是绿的或者是蓝的、啊。对对对。那你之所以会变成绿的或者是蓝的，应该是说你在身边上你遇到很多事情，对，然后慢慢的把你变成蓝的或者是绿的。对对，那所以说 ，OK 好，那蓝的或者是绿的。应该是说你身边遭遇到的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会慢慢的把你变成是蓝的、我们口中所谓的蓝的或者是绿的这样子。对，那所以说叫我是深绿嘛，我觉得也对啦，但是没有人天生生下来是蓝的或者是绿的。但是你的绿到底是怎样的绿啊？只要是蓝色的政见你就反吗？有没有同意过蓝色的政见过的？我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哪一个是让我觉得很好很好 OK OK 的、对我想一下好像因为太多了我也无法想象想到有哪一个是让我同意的就以我们知道的 OK 啊之前讲的年金改革嘛，对不对？对，年金改革结果改得怎么样也是一样很糟糕。对啊，然后就是 OK 好，最后拿劳工来开刀。对哦，对，就是有那群抗议的劳工吗？不，没有没有，他最后年金改革下来还是劳工要走的比较多啊。哦，对呢，是啊，我们的健保也是我们这群收后族要多2%哎。对啊，就劳工、就劳工比较多，走的比较多，然后劳工享受的权利没有办法跟工作人员一样啊。对啊，所以他几乎都是拿我们这种小老百姓来养那些官或是权贵嘛，还有财团、是。那我们这个先听一首歌，我们再从这个学运那时候你的心情来开始讲起吧。这首歌是这个五月天的《尬掐》，但是听众朋友呢，先听完这首歌再说吧。最近那尬掐。
卡兹，欢迎再回到这个战斗毛起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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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来你来，然后你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来来，然后我们刚才听到那个尬掐，听到的版本好像不是阿信唱的，不过我敢保证，那绝对就是阿信唱的，因为那个是他们刚出道的时候呢，可能没有预算，然后就拍了一支很用功的这个 MV， 然后包含里面的这些这五个团员啊，可能因为当初那个那个什么经纪公司认为他们不帅，把他们全部都戴上墨镜，所以你无法认得出谁是谁。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尬掐，然后旧版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不像阿信的这个五月天。好，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学运来看听一下，就是那时候学运你看到这些年轻人，你的想法是什么啊？哦，我当初看到的时候我吓一跳。你那天晚上在他们第一天攻进立法院的时候，你有在看现实网络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那你对，我是隔天早上才知道。哇，有原来有这件事情耶。对啊，哦，那天晚上超精彩的，我全没看到的。哦，害我都睡不着，完全没看到。对，我隔天早上才知道，哇，有这件事情啊。然后呢？然后呢？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哇，我也很想冲上去。但是说实在话，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包含是我们有家庭的人，已经没有办法这个想冲就冲啊，尤其是我们住在台中的。对啊，为什么台中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冲？对嘛，你台中盖个什么行政院嘛，让我们冲一下嘛。那个行政院会被打哎、欸。对啊，那个什么那个省政府啦，省政府可以冲一下，在南投。省政府还是有点远的、啊，开到那边去。对。可是省政府现在好像没什么用了。省政府没有用啦、啊，现在已经台湾还是省吗？哦，想到省政府，我想到那个省政府最近录用了一个人呢、欸。什么谁？哦，你说那个、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已经被违纪了，然后被 fire 了，然后但是又回来继续捞钱的那个嘛，对、啊、忘记他的名字、欸、他退伍了吗？不是退伍、他还没退休。他退休了吗？六月才退休。哦，这应该是没有办法把他拉下来了吧。嗯，要看两看那、现在其实我有点讨厌阿扁了。为什么？因为我最恨他的不是他的贪污的问题，因为贪污是后来压在他身上，到底有或没有，现在还没有一个证据显示嘛，对不对？但是我最讨厌就是他为什么没有趁那时候好好把那个国民党的这个党产啊，或是这些废的制度啊，赶快把它清掉。原来是这种讨厌，是不是？对，讲到这点的话，他真的也是很讨厌啊。对啊，你那时候当总统，可是那时候立法院的这个立法院多数了，对，蓝委是多数，多数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一次清掉。对，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有一次翻盘哈、哦，然后把这个国民党的党产啊，还有什么全部都把它清光光，让国民党知道说这个不能够这样乱搞。嗯，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好了啦，把国民党清光光这是一件事情。对对对对。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修宪的问题了。修宪的问题。哇，讲到这个好像很深刻了，对不对？这个太深了，我们听众朋友。目前全球只有三个，只有米奇曼一个，还有我跟你，所以呢，我们还是继续回到这个，你看到这群学生，然后呢，我气质高昂不？哦，真的是那个时候气质高昂啊，对，真的很想冲上去啊，对啊。但是你那时候已经知道他们为了什么，你有了解服贸吗？就是不了解啊，就是不了解，就是不了解啊。哦，就是因为政府没有让你了解，所以你。赶快把它懂起来就对了。是啊，就是不了解、你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说 OK 哈、这么说好了、如果说了解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件事情了。对，如果民众了解的话就不会大家就想说哦，原来服贸是怎样怎样，那我们就让它过吧。不会啊，还是会挡下来啊。没有啊。不是在如果说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事先知道的话，他就不可能这样子搞了。哦，也对，他就不可能三秒钟让他过了嘛，三十秒了，哦，三十秒啊、哦，哇，你是几倍红色的，所以这个张庆忠已经变成三十秒庆忠了，不是三秒钟吗？三十秒了，哦，对啊，对对对，那你看到你想冲上去，可是你又无能为力啊，这时候你可以选择做些什么吗？我真的不能做什么啊，对啊，除了在。
除了这样子很闲的在 Facebook 上面发发牢骚文以外、嗯，对，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可以捐款啊，捐物资啊。哦，有，我有打电话去问，然后呢？然后被拒绝了，被拒绝了。对，因为我出手太慢了，你知道吗？出手太慢了，那个。打电话问去过去问说，哎、欸，我要不要要可不可以捐钱？他说不需要钱的。然后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怎么这么屌、啊，不需要钱哦？对，然后之前不是那个乡民就那个要那个在那个苹果上面刊登广告吗？对啊，对啊，嗯、我看到的时候，哎、欸，怎么按不进去？那使命按都按不进去，我想要捐都按不进去、啊。就是、他们要上那个《纽约时报》的登广告要600多万嘛？对，那个我也按不进去啊。对。你那速度太慢，3小时以内那些名额就被抢光了。好像没有3小时啊，3小时对，差不多3小时左右啦。那个、对、啊，等到看到的时候想按就按不进去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能量？我其实那时候我还蛮感动的、欸。对啊，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快的就会让我们按不进去、欸？对，就是当我们一直觉得啊，政府都是压着我们打，我们是。个体户很容易被欺负的时候，可是我看到学运这时候出来的时候带来一股强大的能量啊，可以胜过政府。这时候其实让我觉得台湾人民真是很强大、欸。嗯，除了很强大之外，我觉得也很感动、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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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来呢？你没有办法捐钱，那你还没有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哦，我假日有赶快冲上去哦。有冲上去吗？有，我假日有冲上去。然后有去立法院那边吗？有，我立法院也有去，然后在33年的时候、嗯，大家不是都在那个去凯道吗？对对对对。对，哎、欸，我去立法院人很多哎、欸。你那天有去吗？有啊，我去立法院啊。可是那天我跟米奇曼有去啊。我在立法院啊。可是我们也在立法院那边而已啊。我在千岛东路上面。哎、欸，我们就在那个十字路口而已啊。我在千岛东路上面了、啊。嗯。因为我那天就在那个舞台的正前方。啊，我也在那里呀、啊！我就在舞台的最前面。哦，舞台的最前面、哦。最前面，对、哦，最前面，因为我那天被抓到最前面去。你为什么被抓到最前面去？学你们的啊，就去帮人家画人像啊。哦。对，欸、你是什么什么？哎、欸，什么反服贸的什么斗士啊？然后帮、嗯，然后有趣的人就帮他画、哦，然后画到后来被抓到舞台前面去啊。哦。对，然后抓到舞台前面去，变成说在舞台上面。演说的人、嗯、演讲的人，我都会帮忙画一张图，然后送给他们。这样你就是很像在法庭的时候，有人在旁边会帮忙画，因为法庭里面是不能录影的，就会有那个法庭记录帮忙画的那种吗？我画的其实就是像你们之前出去帮人家画的那种 Q 版的人像这样子。哦、对。啊，怎么没有看到你啊？这荧幕应该照到你这个。蛮不错的举动啊！我是坐在最前面的、啊，那而且当天来讲的话，几乎没有拍那个立法院嘛。对对对对。对，几乎那个电视画面上几乎不会出现立法院的对对 对的画面，都是凯道嘛。对对对。对，那其实应该这么说好了，很多人都很怕那个，因为大家都冲到凯道去，对，所以立法院失守，嗯，所以很多人还是守在立法院这样子。对对 对, 对。对，那我也觉得说，哎，我应该是守在立法院这样子。嗯对，所以我以为你那天没去了，你最后还是去了。我去了2个礼拜。哦，那你看到这群年轻人，几乎都年轻人在那边嘛？其实也有阿公阿嬷。对啦，对对，那个阿公阿嬷几乎都是公投猛的，所以他们已经为台湾奋斗很久了。对，他们为台湾奋斗很久了。查了他们的故事，觉得真的蛮感人的。对对，那你可是这一股新的力量啊，就是学运的这一群啊，我觉得也蛮感动，就是。我在某间大学有教学生，然后有学生也是连夜那3、4点就冲上台北去守护这群人了。对，然后后来你在那边看到这些年轻人，你有没有什么想法？觉得台湾有望了，还是？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实在是太可爱了啦。对，哎、欸，这样子讲好像变得我们很老、欸。其实我们已经很老啦、啊，37岁还不能够算大叔吗？我不是，我实在不想承认这件事情呢、欸。我觉得我只是没有在念书一样，我只是在没有在念书，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我的心态跟他们一样、欸。跟你讲，我上个色情网站，我写37岁已经没有人要理我了。他说，他写说25上请不要密我，25岁以上请不要密我、哦。我想说，啊，那我没机会了。那你干嘛上色情网站？哎、欸，这是我的另外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等我成功再说好了，但是跟色情没什么关系。哎、欸，怎么这一串歪掉了？啊、哦，对，那我们再来，因为这串既然歪掉了，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低头婆，我是神经病啊，啊，我是神经病，你是神经病。要成双三乱八，我去万年买双 New Balance 2800，我对公馆坐到树林就来两百八，我算嘛你要来胖嘛来八十八，我要买一支大哥大28000，我去买一件买到底是71800，我去刷过看了一包卫生纸，讲得98000了。你钱太多吗 ？No， 因为我是神经病，我是神经病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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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神经病，我是神经病啊，我是神经病啊，我是神经病。我神经病啊，我神经病，嘛，都来开咧上吧，青年出来当家，三个一个月薪水连咪都打打。你来台北创啊？我来台北拍片。你来台北创啥？我来台北看电影。你来台北创啥？我小飞侠来看小姐啊。阿门站台北敢袂使？无好处哦、啊，你无听人讲，什么好康的都嘛是台北，我来台北是要安怎台北？我是神经病，我是神经病哦。你来。刚刚呢，我们正好跟那个电相机在讨论说，这一段的题目要讲什么呢？结果我只跟他说，我想到了，他就跟我说，我看到他头上有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警察打人。对，没错，警察打人已经打了好几次，包含这几天的那个何事啊，何事在这个这个忠孝西路哦，忠孝西路上面。对。结果呢，这个。郝市长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这些行为跟劫机没什么两样，但是电浆机就回什么呢？这就是劫机，没有错，这就是劫机。嗯，因为开飞机的人想要把我们的飞机开去撞山了。对啊，要去撞山，让他把它劫下来啊。当然要劫啊，对不对？要不然你要让他去撞吗？对啊，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反核能这件事情呢，你到底是反核事还是反核能啊？我其实是反核能，不是反核事。因为这么说好了，所以你既然反核能，就连核事都反了啊。对啊，对啊，当然是连核事都反了、对啊，这么说好了，好，大家都告诉我们说多安全。对，好了，就算像你讲的这么安全好了，那核废料怎么办？对啊，核废料放了几万年都不会消失呢。对啊，几万年都不会消失的核废料哦，那怎么办？第一次的人类的历史上啊，是有这个垃圾啊放了几万年不会消失，就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哦。对啊，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之前你说慈禧太后多腐败好了，可是他们那时候遗留下来的垃圾到现在也都不见了啊。你说的是义和团吗？啊，你说的是义和团吗？他们那时候留下来的腐败，腐败到现在还是有。对，腐败到现在还是有。对，我说，就是他们那时候的实物上实体的垃圾啦，实体的垃圾到现在已经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够说他们贪污腐败，但是不会有一个几万年前的人留一个会让我们生癌症的，然后一想到就觉得很可怕。对啊，这东西我一定会
火大啊，说你几万年前的人，你干嘛弄这种东西，害我现在小孩什么出生就有畸形变四只脚 啊，对啊，变四只脚 啊，对啊，变三头六臂啊。虽然说这科学不能证明，可是已经有数据是这样显示的了。对啊，對所以说为什么反核能？反核能就算你再厉害，就算你神通广大，对 ，OK， 好，保证不出事。可是你核废料，你是要保存好几万年的东西。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要反核了。对，可是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怎么解决核废料，就是把它丢到太空，丢到太空，那个成本更高啦、啊。是不是吗？是更高，而且很危险。就是如果它在空中就爆炸怎么办？对啊，那不是现在做核能的理由是告诉我们说啊，因为核能比较便宜嘛。对对对。对，那 OK 好，那你把它丢到外太空，那个费用会比较便宜吗？没有呢。是啊，所以电费就会涨了。对啊，电费就是会涨啊。但是对于这个涨电费怎么办？不用核能，电费就会涨啊。我现在看到有那个有新的科技哦、嗯，对，它是那个新的太阳能发电、嗯，它的发电功率是以前的2000倍，嗯，对，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参考的了。但是我这边其实是要讲一句话，就是政府说不用核是电费就会涨，拢是你好难呢，啊，拢在讲骗的呀，对啊，对啊，因为其实我看到日本有一个研究也写说，我们这些管线已经老旧了。所以，当我有100度电从这个发电厂出来的时候，到你家只剩50度，对对对，只剩50，所以有50以上都是被电线吃，都是被管线吃掉，我记得是70%被管线吃掉，对，都是被管线吃掉。对，所以只要把这个管线全部更新了以后呢，那个我们电就可以更妥善有效的利用嘛，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些费用可以用在更新这些管线啊，干嘛一定要去更新做这个新核电厂？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抓到那个问题的中心了、啊。对对 对，问题的中心是真的核四是一个很好 A 钱、很好洗钱的地方。对，从以前到现在已经 A 了3000多亿了嘛。对啊，哎，这3000多亿可以给多少这个穷苦人家用啊？结果都进了这个财团的口袋。对，没有错。对啊，所以而且我觉得现在核四还有一个很危险，就是他为什么不想想看那个东京福岛那边啊，对，之前米奇曼有说过他去日本看樱花嘛，然后他查了一大堆樱花的那个花开期，对，开的状态，结果他查到只有福岛有开，嗯，然后他想说福岛哎会不会很危险？他想说啊就去看看好了。对，结果去的时候真的就是满开，超漂亮的。对，但是都没有什么人。对，这代表连日本人都很惧怕那个核能的威力啊。对，那既然在日本，他们防灾这么强大的国家，哦，然后还有他们这个防震措施也都做得很好的国家，都这么害怕核能的那个。的恐怖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相信我们政府有这个能力可以把这个核电啊或是安全做好嘞？我觉得没办法相信呢、啊。那原则上我们台湾的不管是地理位置，嗯，或者是说我们的环境，嗯，它的安全度不会高于日本。对对 对，第一个我们都是相同处在一个地震带上面。对，第二个我们都相同都是四面环海的一个。的一个海岛国家，嗯、没错。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质相对日本，我们这边的地质相对于是比日本那边的地质还要来得差。我们地质比他们差、啊。对，哎、嗯，就是我们这边很多那个断层在、嗯，我们的地质有很多断层。嗯对，所以我们这边如果说是地震的话、嗯，地震跟海啸的话，绝对不会输给日本。而且我们的那个。防震指数啊，只有0.3，日本是做到0.6哦。对啊，结果还是这么大的损害、啊。上次那个核岛那个是零点九，零点九，我们差了3倍哎。对，按 对，那我们现在的指数还在0.3。对对，那已经告诉你，世界上已经有0.9的状况出现了。对，啊，你还设在0.3。对，那你怎么告诉我安全？对，没错，而且主要是我们核四啊，其实是那个30年前规划的这个核四，但是你想想看，你买一台车，结果我说我30年前的车给你开，你还敢开吗？
我不敢开啊，对，我不敢开啊。而且很重要的是，我对我们这边的做事情，我真的完全不放心啊。对，关在做事情，我完全不能放心、啊，完全不放心啊。马路都可以铺成这样子了。这边我再讲一个小道消息，就是之前米奇曼去日本留学念书的时候呢，然后他每个礼拜都要交这个报告给国家机关，因为他有领政府的辅助费，然后他就在他的报告里面呢，他觉得官员好像不会看，他就在他的报告里面最后加了一句说：“我这样乱写，你们有在看吗？”结果真的没有在看，真的真的小道消息耶。对啊，他想说，哎、欸，这个礼拜应该会有官员看，然后看到会被念嘛，说你这个不能这样乱写啊。就真的没有人跟他讲哎、欸，应该没有人看吧？对啊，对啊，所以你是可以在上面骂那个某某人都没关系，对不对？上面干脆写那个讲那个国家政府的坏话算了啊。哦，可以啊，可以啊。对啊，反正他都不会看嘛。然后等到真的有一天查出来的时候，米奇曼就完蛋了，就逼了。不会完蛋了，那个时候补助款都拿完了。哦，对、啊，也是啦。对，對好了，那我们这个核四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反这个核能，因为不能够为那。几万年后来的子孙呢、啊，带来这个灾害、啊。嗯，你、刚不是要讲说要讲警察打人吗？啊，对耶，啊，怎么又歪掉了？哦，好，那我们下一段来讲一下警察打人、啊。下一段不要歪了。好，是下一段真的后来，那、这段为什么歪掉呢？因为这一段一定是挖揪嘴啊，我们就来听一下《非人物种》的这个梅露专辑里面的《酒醉》啊。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卡兹卡兹，欢迎哦！啊，这个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非人物种的酒醉，然后我们现在赶快要来回到正题，就是警察打人。哦，警察怎么可以打人？对，嘿，警察怎么可以打人呢？你来说说看吧。因为他们挺夺的国家的公权力，所以他们可以打人。其实我觉得警察真的很可怜的、啊。为什么呢？啊，他不就跟我们一样，就是领薪水的吗？对，对啊。如果今天我是警察的话，我面对这些人，我要把他驱离。嗯，我该怎么办呢？对啊，我不，我没有在时间内做到上面要求的事情，那我会怎么样呢？我会被记过吗？记过啊。哦，那警察也很衰哎、欸。
应该这么说好的，那个琼州呀，警察的那些琼州呀，一定都升官了、啊。琼州什么？琼州啊，就是等被人打冲的那一些啊，冲的那些都升官了、啊。是啊，对啊，不是吗？因为他们有符合上级的要求嘛，上级的期待嘛。对啊，琼州都升官嘛，对不对？啊，站在后面的都可能就是回去就被骂干嘛的啦。可是你说现在他们升官好了，可是五年后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嗯，所以我就说他们很可怜啊。嗯，不冲的话被骂，啊冲的话对不起良心，对不起良心呢、啊。不是吗？ 对啊，很可怜的、啊。对呀、啊。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也蛮纠结、蛮挣扎的吧，我在猜。对呀、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武力嘞？是警察不用武力吗？对。我觉得没有办法、啊。我觉得没有办法不用武力、啊。放催泪弹呢？放催泪弹也算是武力的一种。对、啊。但是起码不会让人家流血啊。可能我不晓得啦。催泪弹我有被用过。你为什么用过？你又是在人打架了吗？好了，我也是暴力分子的一个，下次再来讲那个暴力分子的过程。我有被用过，他就是感觉很刺激，眼睛会一直流眼泪，对，然后鼻腔很不舒服，会一直狂流鼻涕。那个洗也没有用的，洗那时候。瞬间，你没办法，你只想赶快逃离那边就对了，對，不会想说继续待在那里。对，所以我认为放催泪弹是有用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放催泪弹，可能是成本问题。可是，打人会比较好吗？会比较少成本吗？我觉得我今天不想讨论这些手法。对啊，我不想讨论手法。那你想讨论什么？我想讨论林非凡讲的那句话啊。林非凡讲什么话？对，讲太多句了。他说今天流了多少血，每一滴都要算在马英九头上。没错。那好了，那假设你今天就是马英九好了，那你要怎么阻止这些人不要受伤？我觉得这很难假设，因为我不是马英九。我们帮他想解套一下嘛，就是总他那么笨，我们就比他聪明啊。我觉得我不是他哎、欸，对，我觉得我没办法帮他想这件事情的、欸。好吧，那我想到了。那你想？我觉得第一个时间就是我会出来说啊，对不起啊，我们会听你们的话的，然后我们会乖乖的哈、啊，然后即便我要重看，我就回去再重好了。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哎、欸，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哎、欸。对啊，你应该以前你有听过那个。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啊，对不对？对啊，马英九这么多次狼来了，会有人相信吗？对啊，他已经放过太多次羊了。对啊，对，放过太多次羊了，他已经说太多次那个狼来了嘛。对啊，对啊，我们每次都听到狼来了，那结果狼来，狼在哪里？对啊，所以其实出来讲，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用的啦。那所以我就要按照这群人的意见吗？他们才不会流血，才会乖乖回家吗？你说这个吗？比如说我就要停建合适吗？我觉得原本就是停建合适，你为我的立场的话、对不对？所以我是马英九，我就要乖乖听这些人的话。应该是背后有一些财团会骂我啊，我不能让他们继续 A 钱了，他们会骂我、啊，他们会不给我钱的啊。那我没办法讲，没办法讲，就是站在你的立场帮你想事情。我后面还有一个中国会考试我啊，会讨厌我啊，那就让他讨厌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对嘛，你根本就是台湾的总统，你又不是大陆的总统，你在那边管大陆干嘛？是啊，就是这样子啊。对呀、啊，那就让他讨厌吧。对呀、啊，管他嘞。而且我觉得虽然说什么服贸要过或不过。不过很多朋友现在也在那边做生意啊，服贸过不过就他们也就没什么差，我这边也没有差，对啊，我这边也没有差，而且更有趣的是一件事情，我老板其实是大陆人啊，对，对，那讲到服贸，他也是赞成我这边的想法，就是反服贸就对了，对，是反服贸啊，反这一版的服贸就对了，应该是说，应该是说。反对服贸先通过，啊，
对，应该可以过，但是这一版先不要过。不是不是不是，应该是先通过货吗？啊，对，应该是先通过货贸。嗯，对，世界上所有的这种贸易协定呢、啊嗯，都是先货贸再服贸嘛。嗯对啊，那所以说以我们老板他也是先、嗯、他也是觉得应该是先通过货贸再通过服贸。可是我们台湾就喜欢做创举啊，做那个世界第一定的，然后谁要做这个通服贸再过货贸啊，所以才有 ETC 是吗？对啊，对啊，也是世界创举啊！对啊，奇怪的，这政府实在是哈，害这个人民很无言哎。没有那个一讲 ETC， 我可不可以歪到 ETC 去？好了，那你歪，但是不可以提老布。好啊，徐旭东的老布是吗？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个全世界在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高速公路的收费啊，嗯，都是以进站跟出站，嗯，对，就只有我们的那个收费是在高速公路上面架设，对，你不觉得很怪吗？这个技术问题我实在是无法了解，也许他们技术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他们整个用他们那一套、啊。哦，没有，我知道的状况是，当初是那个远东他们是不愿意在收，不愿意在匝道口收，为什么？因为那样子要设很多匝道，哦，所以要增加很多成本。对，他不愿意多花成本，所以他才小数公路上面设那个站，啊，对，那就是你的问题啦。是啊，所以这个是全世界的创举啊，那就是我。为什么要被徐旭东吃透透啊？就是你刚刚讲的啊，嗯，对啊，后面财团呢？对啊，财团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我不知道里面会有多少的利益在里面、啊，而且他欠的罚款都不缴哎、欸。对啊，然后那个交通部却是这样子很开心的啊，你不可以不用缴，然后那个欠那个 ETC 欠 ETC 费用的人，你可以去跟他催收，而且还可以叫他缴罚款。这实在是太莫名其妙，而且他们对待那些国道收费员也真的非常的糟糕，都没有帮他们做好未来的出路哎。对，啊，你讲国道收费员又让我想到官场工人了。唉，对啊，哎，这车又怎么又挖过来了？这也是 ETC 的一环啊。对，官场工人跟 ETC 没有关系吧？不是，我说这个国道收费员啊也是 ETC 的一环，对，就这整套措施几乎都是很糟糕的啊。是啊，那为什么让他过勒？想太久了吧，真的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对这个国家越来越没有信心了。没有，你对国家没有信心，我只是对政府没有信心。我对政府没有信心。对，我只是对政府没有信心，国家很有信心哦。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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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我们看到那个立法院这边这些人，还有这些这次反核式的这些人，对对，哦，超有信心的，好不好？对。对啊、所以，可是他们很希望他们赶快组一个政党出来，然后这个，可是其实又不希望他们出来，因为其实这个治理国家之事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其实应该这么说好了啦，你说希望他们出来或者不希望他们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那个让他就是顺其自然的发展，我觉得就好了啦。对，因为如果说他们又出来的话，那 OK 好，那是反对的力量又不见了。对，那应该这么说好了。你看很多人哇，在还没有从政之前。哇，讲得那么好，然后从这以后又另外一件事情，对啊，你看那个江宜桦不是这样子吗？也对呢，他对啊，从政之前都反政府，认为这个反抗是对的，对，所以说江宜桦应该把他拉下来，让他变成那个反对力量比较好。对对对 对, 对，你看他在反对的时候讲得多好听呢、啊，对对对，对啊，哇，听得都多爽，对。可是当他是政府那一方的时候。对啊，对啊，那你看看龙应台之前讲了什么话，也是，对啊，所以说这些年轻人，这些学生，他们是否要从政，我觉得让他们顺其自然，对，那如果说让他们永远不要从政，永远站在一个反对势力，我觉得它是一件好事情，对，那如果说他从政的话，他
完全不忘初衷，嗯，对，完全完全就像那个林非凡跟陈伟伟讲的，嗯，讲的那句话，哪句话？太多句了。当我们有天被反对的时候，嗯，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边的这几天，嗯，对。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让人感动。他们只是学生哎，年纪都那么小，讲这些话都很有深度哎。对啊，这句话可能超过我们这些老头子头脑想的东西吧。对，嗯。真是厉害的这个新一代啊！哎，怎么都停了？因为我一直在想政府到底有多糟。哎，你这样子很开始不录了啊？对啊，不行，我们要讲一些开心的事情才对啊！我们好，那我们现在骂政府啊，因为毕竟我的节目就是吵架节目。但是基本上呢，政府可能就会说啊，我做了几挂代志东西，你没了解啦。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董事长的你没了解。没了解。你没了解，没了解我的悲哀，你没了解，没了解我的心情，你没了解，没了解我的痛苦，你没了解。嘎吱，要回到这个战斗毛起来，强迫 Radio。那既然我们要讲到吵架呢，我们就来找一些这次出现的这个经典人物来吵好，我们就来考些他们好了。第一个就是你刚才学的来来哥，对来来哥，哎、欸，我觉得这次蛮厉害，就是有点像百鬼夜行，你知道吗？对啊，真的百鬼夜行，就是一堆妖魔鬼怪都冲出来了、欸、啊！没有啦，其实只有那个张翰的那一票了，不是吗？那政府也很多官很妖魔现行、啊，对，妖魔都现行了。对啊，就是包含这个蔡正元委员哦，昆虾港龙玩起玩命关头，哎、欸，你所以刚跟尬腔应该放到这一段才、啊、对耶，对啊，太早放了吧？我要放一下正那个五月天新版的尬腔。OK， 好。所以我们现在从小人物开始好了。嗯、来来哥啊，奇怪，来，你来。对，我觉得他真的很像我这边来的临时工的。很像哦，那边临时工跟吵架也是这样子啊。对，他搞不好就是真的是临时工，一天一千块被找过去的。临时工是不走路就是壮士的啦，不会是主要是去前面呛虾的、啊，呛虾加钱呢、啊。哦，哎、欸，这是不错的标准哦。对、啊，呛虾加钱，然后上电视还要加钱的。对，让新闻有剪进去来就加钱。对啊，搞不好来哥领了好几、欸、好几千块。为什么没有人那个漏收他、啊？就是他到底是哪里出生的？这点倒是蛮奇怪的、嗯。对啊，真的没有、啊。对于网友来讲，漏收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漏收啊？对，漏收他，但是就是他会不会隔天就潜逃出国啦，回去大陆之类的？对啊，搞不好他不是这边的人，也不一定。是啊，因为说实在，这真的没有人漏收他，还有包含旁边的干哥、啊。对了，干哥有收出来，有收出来，有收出来。他的原那个原产地是哪里？台湾没有错，台湾没有错。他是平常是什么？我不晓得，但是他的照片还蛮好看的、啊，他 Facebook 的照片还蛮好看的、啊，真的好，真的，所以说 Facebook 的照片完全不能信嘛，是啊，对，然后他的 Facebook 的照片超帅的，啊、你一个两岁，刚才帅帅的啊，公文会通赶过来啦，对啊，会通赶过来啊，对，这个啊，这种呛虾是我国中时候。干架在呛虾的，对。可是基本上我们会这样呛的时候，我已经跑过去揍人了。
好，我们打架的事情下一次再录一集好了，我可以继续讲那个。好，接下来还有什么妖魔鬼怪？我觉得让我最好笑的其实是那个中华民国哦，王伟忠，王伟忠的，对对对对对。那王伟忠，我觉得笑点都好像还不够，我觉得最好笑的是，竟然有人可以五音不全到那个样子，我觉得很厉害。哇，民国，你学不像、啊哦。好了，对不起，我等级太差了。对，学不像、啊，我也很想学，但是我学不出来。他也那时候可能是气质太高昂，然后那个音突然就调到16度去了。可是他后来上节目，那个、很多那个节目也有叫他唱歌、对啊。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他有点自取其辱哎、说真的，就是人家已经在笑你唱歌难听这件事情，然后你还继续唱，那真的不是自取其辱，要不然是什么？他上了某个节目唱了一首《尘缘》，让我笑得要死。唱了一个什么成员？成员、对，罗文的成员。哦，我是没听到，因为有时候我看一看都是笑一笑而已。而且我觉得争论节目的话，到最后有点会变成只是嘴炮节目，没有一个结论出来了。啊、争论节目原本就不会有结论呢、可是，而且我其实不喜欢那个王秉忠他的辩论方式，因为他常常会打断人家的说话，然后不让人家把话讲完。我觉得我不太认同这样子的辩论方式、对，然后我也觉得有人他在讲话的时候，人家也要让他把他的话讲完才对，但有时候他又会讲太久。最主要是讲太久了。对，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要遵守一下上节目的规则，才不会又被人家就而且生气就离席，这样子也不是一个好的风度的表现了。对，那应该这么说好了啦。我觉得其实他的里面的争论节目里面的游戏规则是怎样，我觉得好像没有定得很清楚。对，但是要听从主持人啊，主持人会说，等一下，我们先那个什么，他要听，可是他还是有时候会主持人，你让我讲完。我觉得其实应该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什么总统候选人辩论那样子的，对、啊，要有时间规定就对了。对啊，你一个人就是讲多少时间呢？两分钟 B 就到了。对，那 B 就到了。那到了就 OK 了，就不能讲了。那你在讲的时候，就其他人也不能发言。可是如果我是节目制作人的话，我也喜欢看他们这样子吵来吵去，不按规则，因为这样才有话题啊。哦、那你应该要看的是以前那个分手擂台吧？那不是都假的、那个是假的，没有错啊。分手擂台是假的。后来那个谁，那个沈玉玲也出来证实说那个都是假的、对啊。那我们继续来讲一下新的妖魔鬼怪好了，还有谁？除了王秉忠，不就是太阳，不是香蕉吗？哦，对呢，那个邱毅，他现在还是委员吗？不是吧？他已经不是了，他也不是什么议员嘛，都不是。对，怎么有那么厉害啊？对啊，而且他既然已经，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你卖，比如说你广告不实好了啦，对，比如说我卖麻辣锅，我说这是什么中药八种，结果里面只放两种好了，对，我就要被处罚，我要被罚款哦。对。但是其实这些政治人物上节目讲了一大堆屁话，都是假的，他事后竟然可以不被罚款呢？他一样是广告不死啊，那个不叫广告、重点不叫广，那不叫广告啊。他之前在宣导这些政见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宣传手法，是一种广告啊。对啊，那为什么没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条例说你事前做的，你事先讲的要跟事后做的一样啊，要不然。我都可以选上以后我就摆烂了，对不对？摆烂啊，对啊，目前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拜托选我当立委，我要立这个法。好吧那你需要一个政党这个你需要一个政党这个法才有办法。第一个就是政治人物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随便乱开通的，是吧？对，开了就要兑现，对，开了要兑现，这样以后政治人物才会兑现呐、啊。没有兑现的话怎么办？当然就下台啊！不是杀头吗？下台，当然就下台啦。我今天满门抄斩，把所有的之前的薪水全部缴回国库啊！我洗钱就洗掉人家缴嘞、哦。对啊，洗钱。对啊，我觉得满门抄斩比较好、满门抄斩，那就没有人敢当政治人物了。而且这也不关我的小孩的事情啊。好吧，那就整那个人就好了吧。我觉得要抓去关之类的啦，要不然现在政治人物说谎真的太严重了。对啦，现在当然是，但我想满门抄斩当然不是真的去斩了、
对啊，政治人物真的说谎说得太严重了，包括那个秋意竟然可以说眼睁睁的说太阳花是那个香蕉，对啊，没有，对啊，然后他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奇怪嘞，我很难，我现在觉得很悲哀的是，我很难去教我小孩子不要说谎。要小孩子要怎么教，爸妈自己想办法，好不好？啊，爸妈自己想办法。不是电视上天天都在说谎啊。哦，你就告诉他说这是在说谎，说谎不可以，这样就好了。可是他说爸爸那些说谎都可以当总统哎。你就跟他讲说，那你要再过几年，你就知道他会被抓去关。我觉得很可怜的是，美国那一边啊，用华盛顿啊砍樱桃树，最后是他自己承认是他自己砍的，有没有？对。然后用这种，还有那个小木偶啊，就说谎鼻子就会变长。对对，用一些这些要诚实的故事来教导小朋友不要说谎，然后。然后你看华盛顿最后当什么？当总统嘛。对对啊，但是你看，然后小木偶变成人，对不对？对对，小木偶讲实话变成人，啊，还有那个樵夫啊，说实话，水掉进那个湖里面，最后得到金斧跟银斧。对，那都讲，因为讲实话得到好的回报，对啊。但是台湾都竟然都讲谎话也可以当总统啊，啊，还有可以当官啊，啊，可还可以开车敢龙。对 啊，最后还说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啊。嗯啊，对，没有错啊。这是各位敢共逃说是拍奸啊。对啊，敢共逃是拍奸啊。对啊，对啊。这到底是安怎？嗯 啊，真的能怎么办？所以要立个法说，只要在公众媒体说谎也造成毁谤，或是说谎罪好了，我要。当立委哦，好了，你不是我觉得你真的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你现在要成立一个非常大的政党，可以在那个国会里面超过50%才有办法。也对，这真的太糟糕了。台湾竟然是以台湾这个政治人物竟然是以说谎为这个主要能力了。嗯，应该这么说好了啦。我觉得真的最终的方法还是选票啦。选票、嗯、对啊，最终方法还是选票啦、嗯、你没有选票的，你的选票放在你手上，你不拿出来用，嗯，然后还是说 OK 好，因为什么村长里长带你去哪里玩，嗯，还是那你就投给他、嗯、还是说 OK 好，因为你信什么庙，什么庙，然后庙里面主委跟你讲说要投给谁，你就投给谁、嗯，还是说因为你是因为什么农会或者是渔会，嗯，然后你的农会渔会主委说你要投给谁你就投给谁，嗯嗯嗯，那这我就没办法了，还是要自己的主见的哈、哦、对，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很多很多有很多很多系统，有很多组织会控制我们的思想，对对啊，不要被这些组织跟系统控制了，我们就多看一下这个那群人被警察打的样子，而是被谁打？然后还有这个林英雄哦，林英雄先生到现在在讲哦，这段你讲到这个我会哭，对，他已经一周多了，他真的这几天都有可能随时就这么再见了。他再见或许只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消息，可是却是一个怎么讲呢？这个我也不要讲了。对啊，这段讲下去，我真的会飙泪。尤其你想看他们家，啊，怎么有办法去对一个9岁的小女孩下手？那个凶手到现在也还没绳之以法。你想看你那个你是那个凶手，你以后对得起你的小孩吗？对啊，真的是太糟糕了。所以呢，我们这一段不行，还是要回到开心的事情才可以。嗯，又回到刚刚哥，刚刚哥已经讲完了。对啊，我刚刚讲到哪里？秋意，对不对？对对对，现在要换大头。我要先讲，就是这家哦。他经过我们工厂门口，看到我们工厂门口，来这边就对了。不是啦，还别人啦，还别人经过我们工厂门口，看到我们的向日葵，都说那是香蕉。对，尤其是今天的主持人，一直说那个是香蕉。我说你吃给我看吧。哎，说不定以后历史混战的时候，真的这个东西会被叫做香蕉了。香蕉花吗？就是500年以后啊，然后人家会看到，哎，怎么有一段历史是把这个东西叫做香蕉？然后就开始流行那个东西叫香蕉了。嗯，不晓得。包含现在最近就很流行把那个东西叫做香蕉啦。对啊，是很流行的。但是对对，但是不晓得这段会不会被记得、欸？对对对对，好。
那我们现在在讲大头目蔡正元好了。蔡正元是大头目吗？蔡正元已经算这个小咖里面最大的啦、啊。嗯，蔡正元的开车撞人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已经不要骂，因为太多人骂了。对，江一华也是嘛。对对对 对，太多人骂，我们在骂这些小咖的大头目了。我觉得蔡正元，我觉得不予置评的，因为他已经很烂了，我不想再讲他的事情了。对，我觉得我要讲的事情是警察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欸、警察对于他开车撞人的态度，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一种官官相卫何时了啊。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我比较想讨论这件事情、哦、好，对，尤其是我们看到那个妈妈，哎，妈妈开着车追他的那一段那个监视器里面，对对对 对，其实我们是有看到有一个警察在路中央的，对对对，对，他完全没有动作哦。可是问题是，警察也不能去拦啊，他拖着他跑怎么办？没有，他完全没有动作啊，不是吗？嗯，不是吗？我应该是说 OK 啊，第一个他没有追，嗯，对，第二个他没办法追啊，啊，第二个他也没有拿那个什么那个无线电去通知说 OK 好，有哪部车做什么事情啊？对，对，我是觉得时间太少，他可能来不及做、啊。我觉得我重点是他没有动作哦，对，重点是他没有动作。他也第一次遇到有人真的敢在台湾玩开这个玩命开关头吧？对，那是我也会吓到一跳啊！就是那哪里汹涌转过来？他、啊、就算汹涌转过来，你也是两秒钟的时间了。可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惊掉，我会抓掉的。就算惊掉，两秒钟时间还是，我觉得还是无线电拿起来啊。对啦对啦，习惯是要这样子，对不对？对啊，这以后可以让那个警察有点教育训练，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况，无线电要先拿起来 call。对啊，你没有，我知道你没有办法挡啊。对，那我也知道你没有办法追啊。嗯、但是你无线电要拿起来啊。对 对。而且他在那个什么，他在那个警察那边，他其实他车子是有停了一下，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啊，这时候其实如果是蔡正元，就可以说警察，请把那个人抓下来嘛。是啊，对啊，是啊，而且干嘛还把他？对，所以我觉得玩命关头，对，所以光看这一点，我觉得他真的是有杀人的嫌疑了。对对对 对，他在那边，他真的是可以车停下来，有警察那边车真的是可以车停下来说，哎，警察，这个你把我拉下去啊。对对对，如果是那个人有错的话，不管有没有错了，嗯，对，不管有没有错，因为他其实那个时候不管有没有错，嗯，他其实那样子是很危险的，对，那个人那样很危险，对，那他其实他是有慢下来的，对，他不是没有慢下来，啊，对，所以说这个我认为真的是在我眼里面看来是蓄意杀人，嗯，但是现在台湾的法律都只保护官啊，保护民啊，那安能怎么办？所以呢，我建议我们现在就要来玩无间道，要有很多的人渗入到这个政府组织里面，一起，还有甚至渗入到国民党里面，一起把他们推翻。啊，我觉得有点困难了，我觉得有点困难了。不是你，我觉得你讲的那个工作太那个了啦，太庞大了啦。啊，投票不就好了？哦，对，而且年底就到了啦，对不对？年底投票好啦，我们现在不要煽动人家投谁，你但是一定要。请你依照自己的理智还有那个思考去判断你要投谁。没有没有，我都觉得说我都觉得说以前人家讲说投人不投党啊，哎，这句话真的是个屁。对，真的呢，对，投人不投党真的是个屁。哎，我那时候对不起，我有投马英九，嗯，然后我那时候真的以为他可以把国民党这一套老套的这些老头都干掉。哎，嗯，跟这些老的传统都干掉了。好，那你等一下屁股，你等一下屁股翘出来，翘起来给我打三下。没想到他更糟糕哎！你等一下屁股翘起来给我打三下。这个马英九，马英九作恶，你有参加一分。所以我才觉得很糟糕啊！就是我选他嫁给他了，但是我事后竟然不能离婚，真的太糟糕了，啊。不能离婚就算了，天天给你家暴了。对啊。这太糟糕了。对啊，好，我们不要再马英九了，我们下次再继续骂这个政府，看他们还会出什么蠢事给我们。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集成女孩的这个，哎，欸，不，刚才是要讲到蔡正元的这个尬腔。对啊，你不是要尬腔吗？对，所以我就要放那个五月天，新版的尬腔，就不会有那种听起来不是阿信唱的尬腔了。
今年来驾车哦，驾车，I don't want to see you cry now。我是不是 ABC 你看不看都都都免干老爸老母几天在骂洗洗洗念不知念啥是怎么那样的是你的问题一看这就是上好做你来去驾车做你来驾车做你来驾车不管你警察在抓不管你爸母在骂只要我的人追来帮我来能帮我干的找我上紧上怕上怕在跑步啊！大家看我一个人，像 superstar。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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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行愈紧愈速，我想要唱歌。头脑在飞，身躯在转，风在吹我，心在流汗，是安怎来的手？没了解我的感觉，这阵子上好做阵来去驾车，做阵来驾车，做阵来驾车。不管你警察在抓，不管你爸母在骂，只要我一定追落去。